黄文雪，这次我绝对袂让你离开家。就算要死，我嘛要替你做回事，因为我无可能给任何机会继续伤害我的后生。熊阿哥，我要好你死啊！我来做回事，人家。哪呢啊？哪停的呢？大家都因为停电，今年到出来看有什么状况。那只有阿官对面病房，我无要无紧啦。关小鬼，你小心，你两个还是一时空间买无紧。感谢你赶快我的摩托车。红雪，你写公啥？红雪，到底创啥？你莫甲应一声。红雪，明华，志龙听无？而且伊嘛袂来较车，你这查某要死啊！搁伫遐假鬼假怪，你讲死去死啊！你搞笑？天！只要你伫这个世界，那奈儿真正无法度精神。志龙，就是我的，志龙永远是我的。放手！之前叫你放手。红雪，你给死去啊！有听到无？我是讲，红山祭奠哦。你给死！红雪。车票后边哪有？你讲这個，你嘛有一对啊？我不会做天使啊！嘉瑜哥的蛋瓜，我别当我嘉瑜蛋瓜。要做我弯弯弯，我看到你啊！刁先，我无可能阁帮你母仔囝，唔差你呾。我若真正要做天使，我干嘛要做我母仔的守护天使？我即马把你的翅膀揢了，下面就是回去的路，你敢跳吗？我想到，那安尼，我算到三，你就跳。一、二、三。你今天没看我母亲把我这边走？滚！你太早打电话给我，我嘛不知影，一定是因为你有需要，我娘才给我这个机会。
你的声音听起来这么虚弱。无啊，我人无啥爽快，不过无代志啊。听你好声，我就好心坐啊。你敢知影我历史以后拢都希望讲会通，搁见到你一面。我真想袂到，咱竟会通讲话。你无应该一直思念我。我嘛知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控制我自己。子晨，所以我跟你讲的话，你要认真听，要听入去心内，知影无？我对你的爱，是希望你会当甲较早同款。咱两个做伙的时阵呢，遐尔幸福、快乐，你是一直在思念我。不过真正足困难的，到即摆阁无法度相信讲你已经离开我。我嘛是自责，我家己无甲你照顾好。干嘛真的这么样？我真正足艰苦，我的心真正足痛。可是你无得放下你心内这份遗憾，那一切遗憾会变作是我的牵挂，你的爱变作是我的负担。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幸福的你。因为我以后也我无机会去跟你讲话啊，亚文，志晨，我讲的话，你有听到无？我听有，我拢听有。快乐，没有你烦恼。